啊？为啥开了？开了不早说？操！声有点大呀，没听见呢。还行，就亏了俩兵，可以接受。滴血还可以接受。兵线不错，并且我们是亏了经验上去跟他打的，所以我们比较赚，知道吧？而且兵线很好，是往我们家这边推的，这乌迪尔打也打得行啊，这也给你打的。来了，无敌人，无敌啊！回家了，起飞！给我捡光吧！说实话，这英雄啊，我玩过，我要没玩过还行，我玩过，我知道这英雄什么东西，就一个捡子，然后一个 E。躲一点那个 Q 技能中间儿，把 Q 技能中间躲一躲。乌迪尔要去中，乌迪尔的血也太少了。你确定你要杠杠吗？哎，那赵信把你杀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有点痛啊！他为啥不追了呢？起了个怪！我没法上了，我是没法上了，我没有血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炮车兵，这波可以控啊，回家了。乌迪尔亮瞎眼，他们都这么勇。哎，反杀了。他们这打野都这么勇，没有多少血，但是就是非常的勇猛。躲一下剪刀。其实他有点怕，你知道吧？他不需要怕，那个剪刀一共就俩技能。我靠！
这变玩吧干啥呀？没有鸡吗？看来是没有鸡呀。吃了一手惩戒 Q， 我都没想走位。他血好多呀，他有1169滴血。其实我这几波都不是很赚。你看这经验，因为我的经验都被无敌人给吃了。还行，可以接受，打死个打野，回家，这波血赚了。这波把包女一杀，我们就血赚了。本来我们不是那么血赚，乌迪尔来的老吃经验。一整就丝血就跑了，没吃到多少经验。其实好，这波上线可以找他打。一 A 平 A 点炎，平 A 平 A W 接 Q， 平 A 好闪现。他可能以为这么多兵扛着我打不过他，但其实他是个弟弟呀。哎，正好差个车钱，我靠！断节奏了。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够了钱，回家。还行啊，六个人头全是我的，哦，那有点难啊。这波上线直接找他打，我们已经三项了。当然，他也有可能回家了，毕竟他的装备不是很好。这波可以让乌迪尔去打峡谷先锋，吃两堂塔皮，先抑他一下，抽一下，平 A 转起来 ，W A 抽再转。A 扣一死掉，谁的大招？塞纳的大招。这家伙，你刚插个眼，正好旁边有个包女，这么讨厌你，真是很令人烦呐。
全队希望破灭，不会破灭。我七个人头这把不塞，这破灭啥呀？不就是死一把吗？我其实有预感到那包女会来，所以我才去查那人。我只是没想到他能来那么快。我这打了，我直接给他来个一 Q。四秒有大，三二一四。你是真是有点烦人呢，我一看。确实是有点膈应人呢。没办法呀，你还也跑不了，关键是。你还没办法跟他跑，他就搁旁边看着。他不让我吃塔皮，等个 W 的，你没法等，你跑他就扎你，你咋等？我们就只能靠走位，你跟他你不能跑。你跑了他不扎你吗？你越跑他越扎你，没得跑。他捡我人头有点捡起来了。哎，好烦啊，他断了好几波节奏。六秒。走，帮墓地人打野的。哎，我们摸一下，然后去中路杀道信。可以追吧。把这包女给我杀了，先 Q 再 EA， 漂亮！哎呀，但是是小猫杀的呀。我们帮了一波队友，但是他把我塔拔了。差一点点，撤了，出血手了。这号运气确实不咋地，我说实话，打的每把都挺累的。小心后边，那100%包女在旁边，100%。往这儿走来，交大好了，贪了。
我寻思不交大，把这赵信杀了，下一波左边还能去支援一下。哎，闪现了，挺烦人。来，好顶！不行，杀不了，剩一丝血。看来这把还得出水银鞋呢，还不能出布甲鞋。跟我往上走，这边的剪刀应该要在上路出现。不上没关系。打个劲儿回家。打个劲儿回家守一下小龙，这波轮着妈别上。来，小龙。等卡特把上路线收了，我们这边打小龙啊。来，follow me 怎么写？其实不合适，我说实话，这波我都没想上，因为卡特没在，那轮着妈开大了，的确是有点害人。这波你们能打得过？我觉得费劲。漂亮，卡特琳娜！还有卡特琳娜！漂亮漂亮，卡特琳娜！哎呦我这卡特琳呐，可以啊，这不打大龙。哎呦我卡特琳呐，虽然龙没了，投降了。虽然我这么说不太对啊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打了这么长时间，他们的心态是真的垃圾，太垃圾了，那心态。